榕树的底部原本在土里盘根错节，现在却是往上翘，粗大的根部都悬空了。这个应该种不回去了，没枝掉了，没有用了。粗壮的树干连同茂密的枝叶压下去，红色铁皮棚架歪歪扭扭，有些地方还直接被穿越。不过也还好，有了棚架，牺牲小我，保护庙本身没受损。位在苗栗县苑里镇南势里，李明供奉了这一间福德正神祠，庙本身连同后方的一群榕树，据称年纪都超过百年。李明研判，最近接连大雨，导致附近的土壤流失，树抓不住地，三号晚间树倒了。下大雨，后来那个地基软嫩啊了，地基嫩啊就。除了枯泥啊，老啊！除了这一棵压垮棚子的树，旁边另外一棵老树也已经先一步倒地，公所将一并清除。至于周边其他老树，需要加以固定，免得再出意外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